不用，也就是我现在找到的解决方法是第一个前提，如果我们大家要买东西，我们希望看到我的钱进去，看到我有看到我的钱，不会我的钱交到一个地方就不见了，我会看得到我的钱。然后再来是农人，他也会看得到他的钱。假设我要买，一罐蜂蜜1000块钱，那我把钱存去银行，存进去的时候，我会看得到这个钱在那里，没有被人拿走。然后呢，卖蜂蜜的农人，他会看得到那1000块是他的，他会看得到。然后一直等到交易的时候，交易就是蜂蜜可以采收、可以拿到的时候，那这个钱才会被提领，也就是信托。也就是我第一步骤，我是先找一个单位来运作信托的事情。那信托把钱放在那里，然后第二个步骤是正常的人都要运作，就确保那农产品是真的是好的，品质是优的。好，这个比较不难，但是这个要花最多的心神。但是这个不难，因为这就是陪伴跟确认，确认他有没有趁着我一回头，我靠，喷了那个农药，不是喷了除草剂，这个比较不难，但要花时间。最后呢，等到东西弄好了，连接物流系统，请物流系统直接寄送去给当初买的美国。这是我后来找的解决方法。为什么会用这套解决方法？等一下会慢慢的来介绍为什么这样。那从刚开始，很多人都在想说，那钱就直接过去就好了，干嘛要搞一个辗转，还搞个什么信托？为什么要搞一个信托呢？因为最大的问题是农人。如果大家有接触过农人的朋友，大概都有机会听到各种被骗的故事。啊，如果有足够时间，我今晚再跟大家介绍一些，分享一些喷泪的那个骗钱的故事。那不过骗钱的手段而已。那骗钱手段如何能够截止？就是信托，就是我们的黄老板，我们的黄老板跟我说，我要买你们家的今年的水蜜桃，全买70万 ，OK， 可以，请你把钱70万放到信托，然后呢，我等到人出货的时候，我去银行才会把70万直接拨给我，那常常都是。整个价值可能70-80万，可能超过100万，我觉得打个折70万给你，然后你水蜜桃出去了，黄老板再也没有出现，钱当然就消失了。那今年还有发生另外一个惨案，有某老板说要答应买有机村旗舰村的米，答应喽，15万斤，靠，15万斤呢，万呢，然后呢，老板就找了一些理由，反正就不买。15万斤钱不多了，买一些钱而已。问题是这个不是钱的问题，大家我们过年买菜的经验大概还好，可是有没有人真的去农场买过菜？付过钱的感觉，有没有谁去买过？基本上你花个10000块，可以把一台货车撞到爆，10000块。然后呢，那10000块，你接下来。你会头痛，我靠，不是自己吃的玩的，一整台货车，小货车，那个发财车那一种的，那一台货车你要吃多久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所以真正的问题都不是买下菜那么简单。曾经我们中间的努力过程，就有人发愿，好了，我每个月我花个20000块买菜，我挺你，结果最后来困扰是他，他拿了菜之后不想送给谁。最后每个人远远看到他赶快跑，靠，又要送菜给我，很好的菜哦，有机蔬菜哦，看到他会怕，因为他要送菜给我，我实在吃不完。我们都有一个小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的习惯，你没有珍惜食物，乱丢会被雷劈。我送给你菜，如果会被雷劈，你敢收吗？不用收钱的。然后你大概预期你要被雷劈了这样，要拿那么多嘛，拿你够吃的就好。哦，好，那山上不用讲山上，那农田的那些菜就卖不掉，不多啊，只是卖不掉啊。它的出货量不多啦，不过一个礼拜可以出货大概5到6万台币。哦，不是美金哦，小农场哦，而
而且是它的产值的五分之一。然后它的价钱还没有拉到直接有机蔬菜那么高，价没有，可能大哥口袋里掏一掏，没问题的，五万，老师我买了，请大家吃，钱不是问题。到最后大哥身旁都不会有朋友。好，那这个是我最后我把我用倒叙的方法解释完，这一连串的故事，那中间的小细节会慢慢介绍，然后有问题随时问，然后我先记住大体刚问的问题，问说真的吃不完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，比如说，我知道我一个礼拜要吃多少，我就拿那些啊，对，多分给一些人就可以。所以我最后的解决方式就是，我只有拿我每个礼拜或一个月吃得完的那一些。对呀、啊，对，那是最后的解决方法。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两万块是我中间的解决方式，我还没有到最后解决方式之前，中间历经的这个过程已经发生了故障。好，在污染，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说水资源啊，什么什么天然问题。污染有一张照片，大家可能都常常看到。快。好。老师，你下次有这种问题，你找我好吗？好。我可以帮你把菜消掉。没问题。现在大概，只是他今天心情不太好。好，我们先给他停住。为什么今天心情不好？好，你要先这样子看，这张照片拍得不好，因为这张照片我每次都不想拍，大概很多人都有印象，就是到乌来的停车场那边，乌来的停车场那边，到那边之后，大家都只往老街冲过去，或者是找停车位，没有人会在我旁边看。我旁边又看到什么？这里满满的水果，然后我也才意识到这么不舒服的影像，我始终没有好好拍。那最简单的影像常常最没有拍，所以大家如果到乌来，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河道上满满的水管，那是什么水管？温泉。温泉，都知道温泉管。那事实上除了温泉管之外，还有别的管，还有山泉水的水管。大家只知道温泉水。温泉水是从河的这边抽起来抽出去来往上，可是呢还有很多，因为乌来这边的人他们运作的时候都用比较低成本的做法，我要洗澡，乌来温泉一出来97度多，就算记错98.5度没差啦，总之手放下去就熟了的温度。然后呢到了温泉旅馆，他并没有用一套温泉降温设备把温泉直接降温，然后让大家泡原汁原汤，他的做法是什么？提供山泉水上去掺，除非你就玩，你到旅馆先打开，给它晾一晚上，温度差不多很舒服了，原汤才去泡。通常大家没那么多时间，一个多小时、两小时就要走。那所以怎么洗？加冷水，拿来冷水，山泉水。乌来的水几乎都被温泉旅馆吸收掉。那乌来的温泉旅馆呢，在6年前的官方，就是乌来当时叫乡公所的统计，就是所有的合法的、非法的，全部算进去，能够抓得到，你能够抓进去500件，500多件。然后我想说，你是开玩笑吗？有那么多吗？然后我去弄个资料看，真的，原来那些都是在平常没有钻进去的路。那这么多钱，每一间都要，每一间都要。所以这一些温泉旅馆，他们的，当然呢、这又经过那么多年，现在到底剩几间，一回事。但是一样，需要山泉水。那山泉水哪里来？山上。我们这个地方已经高过于那个山底下的那个板心净水厂、翡翠水库又点点点，在这里用的不是自来水，这里叫简易自来水。简易自来水就是帮忙把山泉水集中过滤，或者是河水集中过滤，然后变成干净的水可以喝这样子。那大部分的居民基本上没有用简易自来水，还是自己山上自己拉水管下来，然后那个拉水管拉的就像清净我们那个
车，大家都看很多辆底下机械路旁跟丘一样满满的水管，只是那满满的水管是民居自己拉的，乌来部落谁拉的？原住民自己家，自己家的水管，自己家的水龙头要喝的，他没有多拿。但是那我们刚刚讲到温泉，温泉他要那个管，那谁有钱谁可以用比较大的管子？温泉业者大的管子，然后呢不公的挖埋深一点，水当然往低处流，大的管子会先流。所以呢现在已经是温泉乌来部落常常去朋友家想要煮饭没有水，那个没有水并不是说他那个水管松脱了哪里坏，而是水被接走，已经出现好几年了。然后在三年前的三年前的元旦，那一年的元旦有发生一个小新闻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，回头都没看到。那个消息就是说，大家跑去乌来，那一年很冷，然后元旦泡温泉是好事情，然后上去乌来，给了钱，水打开，一滴温泉都没，一滴温泉都没，整个乌来一滴温泉都没，因为大家都要抢，那压力不够，所以大家的水都冲不到，都流不到温泉旅馆，通通没有，整个乌来的温泉旅馆，年初一。最好赚客人的时候一滴温泉都没有，所以山乌来那边已经面临到热的水温泉没有，冷的水山泉水全部抢光光。那山泉水抢光光，拎起来拿去洗澡，洗澡还是水啊？可是洗完澡的水到哪里去？直接到南势溪。然后呢，那个水它接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可怕的景象是。山泉直接要滴出来的地方，我会直接用水泥把它糊起来，糊起来之后接一个管子，直接接到了水塔。所以山上的水已经不再像以前是山泉水慢慢流遍卷整座山，有些小动物在哪个小水洼喝水，有哪些小动物在哪个小溪流喝水，没有，全部干干净净，没有水，没有水。那。已经讲到温泉要喝水，我们自己吃的药水。再来呢，五年前这几年一直流行有机蔬菜啊，五年前开始这股风潮传到乌来部落，那是另外一个故事。可是传过去之后，他们学习我们汉人的种有机蔬菜的模式，高耗水的有机蔬菜，就是我们看过那种漂亮的照片啊，哇，那个高丽菜，然后有喷水，然后可以看到它彩虹那种景观。那用什么水？也是山泉水。所以整座乌来山里面的水抽得干干的，山上的动物几乎没有水可以喝。那这中间我有做另外一件事，但是跟今天的主题不太一样，我就没有多说。这个是，那我们直接回到头来，那好，那温泉是外面的产业，那当地的产业点点点这些产业，好，已经讲到那个水很可怕了。那今天我先。因为那个水这件事情，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，你可以发现植物都不太有精神，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动物到处乱跑，就是你正常你不太有机会可以这样正常看到，除非你是猎人，我是有跟着猎人走，所以有能力找得到看得到。但是一般的你会想象中污染很丰富啊，为什么污染那边没有？一定要到信险那边才，因为没有水，没有水没有生命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传统的旧思维。我发现，先勉强看，还看到。我们以往的旧思维，我们想到的就是产品，然后呢，要设法，这个是很古老而且没有用的东西。如果要的话，等我直接 copy 那个 PowerPoint。那这是旧思维，我们的想法都是我们有东西，然后呢，我们通过产品。我们运作我们的服务，然后呢，我们给想办法行销给顾客，顾客又这样来个循环，这很以往的想象方法，就是我们想办法创造一个东西，然后顾客会喜欢，然后又喜欢我们服务，所以要这个东西，这是古老的想法。然后呢，哇哇哇哇，糟糕！